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156面，倒数第五行当中看起啊，当中下面从故大悲慈父念土导师明念我等开始净土法门，妙显苦乐而土，即养沉迷众生啊。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此大获取，此是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地球今天真的像大获取啊，这个地球温度上升，许许多多啊，温度超过40度啊，确实经常讲的没错。彼清凉池，彼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气候啊清凉，宝莲在前，刀山在后啊，这两句话是警惕我们啊，七宝莲池在我们前面，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往后走？要往后退呢，刀山是地狱。这是说的真实话。我们今天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堕地狱。啊，你只要细心冷静去想一想我一生所造的业。不错，是造了一些善业。也许善业造得很广很大，可是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没有丝毫为自己，全是利他，没问题。你做了真好事，如果做再大的好事，里面的目的是自己的名闻利养，那就是堕地狱。为什么？因为你打着三宝的旗号。三宝旗号不能随便打的，用三宝旗号来搞自己的名闻利养，不论大小，通通是无间地狱。我们要知道啊，啊，因果这桩事情说得容易，要想透彻，真难。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尤其是信徒。啊，信徒这一点供养不论多少，他是对三宝的恭敬，对三宝的祈求，希望能够消灾免难。啊，我们接受这个供养有没有能做到？印光大师一生在世为我们做出的实现，设方供养他一分钱都不敢用，老人一生的生活闭关了，生活朴素，一件衣服穿几十年了，日常生活跟常住大众完全一样，没有特别。啊，祖师做榜样来给我们看。
我们看了有没有觉悟，有没有警惕？啊，如果没看出来，粗心大意，我们将来堕落不能怪他，他已经实现了，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粗心大意，没有看清楚，没听清楚，啊，自以为修积很多功德，啊，佛法里头说的非常之好，不是假话。佛有佛报，罪有罪报，啊，哪一个在先，哪个在后，那就是语言不同，啊，这个语言。我想来想去，应该是最后一念。最后一念，如果是贪嗔痴慢，就三途去了。最后一念呢，还想到利益一切众生，人天福报。啊，最后一念是佛，那是非常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我们不仅这一生，过去无量劫来，跟一切众生结多少缘？是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的、啊，生生世世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好多啊。啊，你看道场里头常常看到附身。一问他这个附身的这个灵，有的时候好多事之前啊，跟他有过节，现在来张罗他修行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麻烦可大了。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没遇到。没遇到什么，我们有余福，我们还有点福报，没享尽。你有福报的时候，他躲避你三分，他在旁边等待着，等你福报享尽了，你的好运走完了，他就来了。那个时候你来不及了。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同学在道场。被附体，你看那个状况多难过多可怜，那是什么呢？佛报相尽了。为什么前几年不附身呢？余福没尽啊，他还在做好运的时候啊，好运走完了，冤亲债主全来了啊。这两句话了，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啊！报怜在前呢，刀山在后啊！于是自然升起圣愿。这个圣是殊胜，殊胜的大愿，愿力娑婆，求生极乐。圣愿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愿意离开娑婆世界啊，我们愿意求生净土。我们生净土不是为自己享受我们求净土是为了救自己救一切有缘众生我是为这个啊，到极乐世界，是在极乐世界成就自己的道业。啊，断除自己的烦恼习气，到极乐世界是干这个事情去的。啊，烦恼断尽了，道业成就了，在道家慈航。啊，那个时候不必说道家，道家是形容词，实际上。
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啊，这个感应道交的事情，现代的科学家都肯定了。啊，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永远不退转呐。我们今天要拼命争取。啊，其他的什么都是假的，灾难就在眼前，什么都来不及了。啊，拼命念佛。啊，唐太宗的光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那是个好皇帝呀，念念为众生呢，但是自己没忘掉。他的麻烦就在此地。啊，他不是菩萨，菩萨念念为众生。自己是三轮体空，一丝毫不沾染，不沾染，这个行啊！啊，言行举止都为众生做示范，都是在教化众生。啊，言教、身教、意教，三轮。教化啊，不是假的啊，沾着一点自私自利，沾着一点名闻利养就毁掉了，全毁了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是愿心发不起来，忏悔心发不起来，那什么，对事实真相没了解，学佛很多年，了解的不透彻，依旧有疑惑。啊，这就是早年李老师教我的。啊，我是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理谢老师。啊，还没进门，我们就看到了。他在慈光图书馆阅览室，我在他门外。啊，看到就指着我，大声的叫着：“你要信佛，你要信佛！”啊，四周人都听到，我都莫名其妙啊。那个时候我学佛九年了，出家两年，教佛学院教了两年。啊，也在外面讲经，受戒之后看到为什么叫我信佛，我走到里面，他让我坐下。啊，我坐下来听他老人家开始，他告诉我，有多少老和尚到临死都不信佛，他越说我越迷惑，怎么老人到临死都不信佛了。啊，他看出来我有疑惑，这什么叫信？信哪有不做到的？没做到就是不信，跟张家大师讲的话一样。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特别是大乘，知难行易。你为什么行不到？是你知不透彻。如果知真正透彻了，哪有行不到的地方？这句话是真的，很少人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明白。啊，我们是有幸的遇到真善之识啊，他不欺骗我们，跟我们说实话，
啊，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那就错了。诸佛如来没有自己啊，啊，有自己的是凡夫，不是佛菩萨。啊，小乘圣人从初果算起，初果就是圣人，为什么呢？他没有我了，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金刚经》前面讲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啊，破了四相啊，小乘、初果，啊，须陀洹。那么在大乘呢？《华严经》上，实性位的菩萨，初性位。啊，那我们自己好好去想一想，菩萨五十一个位次，我们一个位次都没有啊！我们88品见惑没破啊！啊，没破，没有入学，一年级没有啊，那是算就算幼稚园了。啊，我们是幼儿园的学生呢，不是一年级，一年级才正式的学生呢，就成圣人了。啊，所以初果跟初性位，佛门叫小小圣，他是圣人，他决定不会退落到凡夫。啊，经上常讲三种不退，第一种位不退，他真的。那很可惜 啊虽然他又退转，但是他不会退转到初心以下，他不会，那是底线。他退到这个地方，从这里慢慢再往前上升啊，所以说进进退退，这个时间就长了，再到无量劫。如果只有进没有退呀，那个时间不长。啊，就是因为退堕的时间很长，一退，他的修行就中断了。啊，再起来虽然是容易，啊，可是他保不住，他不退，那就是习气很重，诱惑太多，经不起诱惑。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啊，所以才有退转。啊，退转是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啊，但是自己要用什么方法保住自己，让自己不退转。啊，这要有智慧。法门多，84000法门，你看哪一个法门能帮助你？啊，我自己在初学，老师教导我的，我都做了实验。坐禅不行，还有妄念。啊，念佛也不行，容易失念，念念就忘掉了。啊，到最后的时候，我选择的这一门是讲经，所以讲经对我来讲是修行。啊，为什么讲经一定要读经？读经一定要全心全力啊，一定要专心，不专心就可搞错了啊。所以要能把经讲得不错，就全心专注，这个对我讲容易摄心啊，所以我用这个为主啊。初学讲经是一点都不敢懈怠，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
啊，一年以后，大概一个小时还得十个小时准备。啊，三年呢才能拉平。我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准备就够了。啊，以后就越来越进步啊！我一天读八个小时经，我可以讲一个礼拜了。啊，讲经不中断了，我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啊。啊，所以有人批评我说我喜欢讲经，错了，我是没办法，要不然我会退转，会造业。我用这个方法把自己控制住。啊，让自己天天不能懈怠。啊，每一天面对老师，面对诸佛菩萨。也就面对一切众生。啊，自己不能把自己向上提升，愧对也，怎么对得起人啊？啊，真正相信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百千劫才遇到一次的人生呢，的人生未必闻佛法了。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生命。啊，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名闻利养。啊，业障最重的，造的最重的，啊，外面是杀盗淫妄酒。里面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东西叫你生生世世在六道搞轮回，在六道你就决定离不开三恶道啊。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啊。我们学了唯识法相，唯识法相是佛教的心理学。对这桩事情就很清楚很明了啊。啊，清楚明了的时候就不敢了。自己才能够约束自己。啊，才能把自己管住。啊，对于娑婆世界，不但娑婆世界，对十方诸佛刹土，我们都不愿意去了，只求极乐世界。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有二念呢。啊，要学释迦牟尼佛了，丢得干干净净。我一生流浪啊，居无定所啊，虽然在外国也置的产业，但是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啊，私人没有啊所以一生呢流浪有时候心里想到是世尊当年在世一生流浪就很安慰了。啊，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们这个流浪还有房屋住啊，啊住的还都不错啊。啊就很安慰了。啊，那么到85岁了，
在香港才有一个居士供养一个道场，这不是公家，不是公家的，啊，这是给我个人的。就遇到这个缘呢，我就想到了，啊，我的一生嘛是佛菩萨安排的嘛，当然这也是佛菩萨安排的，安排这个干什么呢？安排这个叫我定下来了，别再跑了。我明白。啊，晚年做第二种事情，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李老师当年说过的。我们也遇到这个缘，现在这个遇到缘，想到李老师的话，自古以来，真正成就都是住在一个地方。学在一处，弘法也在一处。啊，所以我们看到祖师大德住一个道场几十年不下山，几十年不离开道场，我很羡慕。我也很希望有这么一天呢，没有缘分。我在日本参观比瑞山，啊，这个山，日本佛教称它为佛教的母亲，啊，日本佛教十三个宗派，开山的祖师都在这个山上修行，啊，所以我参访的时候。老和尚告诉我，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在山上修行，时间长的30多年，最短的16年。啊，16年不下山，心定的，定能开慧，这些定的道理。啊，修复无论是哪个法门，啊，你目的要知道，因戒得定。啊，戒什么规矩？我守佛家这些规矩，目的是得定。啊，定能开慧，所以终极的目标不是定，是慧。啊，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的功德真圆满了。啊，没有彻悟不行，但是净土宗特别殊胜，没有彻悟也能待业往生，所以这个法门成就人特多。李老师在台中38年，啊，38年，在他教导之下，念佛往生的人，他老人家自己说。真正能往生的应该有5%，啊，这个1/5啊，1万个人当中有5个人，那么台中莲社莲有50万，啊，250人呐，250个人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这个功德
太殊胜了。啊，六祖慧能大师一生才度了43个人呢。啊，李老师超过250人了，还得了啊。啊，那种善根的就太多了。啊，莲友就50万，影响我相信应该有10倍。啊，10倍就是500万。啊，种善根的人，啊，肯定超过500万，真是功德。啊，我们有这个身体在世间，就要发愿虚佛慧命。正法救助。啊，不但要传法，最终要传人呐。啊，后继要有人，后继没有人不行啊，那功德等于零呢。啊，我走了，后头有人。啊，这些人才要真心去照顾，要帮助他，现在比从前难。啊，也得有手巧善巧方便。啊，以前老师对学生可以管教，现在不行了。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只能劝。啊，不能严格教诲。啊，这是佛法衰微第一个因素。啊，为什么？今天师道没有了，你不能管人。师道为什么没有了？孝道没有了。他父母都不孝，他怎么会尊敬老师？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一般人讲叛逆。叛逆在今天是正常的，不叛逆那就不正常了。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称传佛法，比什么都困难。啊，要能承受，奇耻大辱。啊，干好事还被人回报，被人糟蹋，被人陷害，统统要承受。啊，还对这些人感恩。啊，我们每一天自己讲经念佛功德，还要回向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诸佛如来，他今天造这种事情是一时糊涂，迷失自信，他才造的。啊，无论什么人，造业都要受报。啊，我们以功德回向，他在受报的时候可以减轻痛苦。啊，他不爱护我，我要爱护他。但为什么？他迷惑，我清楚了，我明白了。我要跟他一样，我不也迷惑了吗？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佛说的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对一切人
看待是对佛的看待。啊，顺境善缘绝对没有贪念，一有贪念，三恶道去了，恶鬼地狱出生。逆境恶缘没有丝毫忏悔，啊，这个境界天天在磨练呢，把心磨平了，把垢秽磨净了，磨净了清净心现前，磨平了平等心现前，那怎么不是菩萨呢？啊，没有这些缘来帮助我，我怎么会成就呢？啊，他既然来成就你，啊，帮助你得清净心、平等心，你怎么能不感恩呢？一定要感恩呐！啊，知恩则感恩呐！啊，那都在一念之间，所以没有是非，没有善恶，都在一念之间。啊，没有苦乐，你一念正，一正一切正；一念邪，全邪了。啊，都在一念呢。啊，所以求生极乐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既生心愿。更持名号，变得度脱啊！这接着啊，既然生起信心、愿心啊，我对于极乐世界丝毫没怀疑，就会真干。你还不能真干，你对极乐世界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你认为这个地方还不错啊，还很好啊，上天几乎天天都给我们警告，我们自己麻木不仁，不知不觉啊，每一天从全世界各地方报道的这灾难消息，那是警告啊！啊，我是从今年三月起，有一个同学好心，把每个月全球这些灾难，啊，都是新闻的标题，啊，网络上的标题。啊，内容我不要太多了，我没时间看。啊，就把这标题告诉我，我看到害怕，为什么一个月比一个月多？现在差不多从八月份，这个八九，这个几月份，超过200起。啊，今年年初二三月的时候，不超过50起。你看到这个年尾的时候，提升了4倍，超过200起。啊，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不是好事情。那等于说是严重警告提出了，还是麻木不仁。灾难降临不能怪上天了，上天真慈悲呀！啊，那我们怎么应对这些灾难呢？我们不求佛法，也不讲中国古人，
啊，现在美国布莱登所说的就行啊，他只给我们讲了三句话：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够化解灾难。在我们佛法讲啊，就能消灾免难了。啊，能消业障啊，能增福慧业。这外国人说的。啊，其实他所讲的跟中国儒释道所讲的完全相同。啊，我不知道布莱登是不是有念过中国传统东西。啊，所以真的有信心，真心切愿，你肯定念佛。你念佛肯定抓紧，你不会中断。为什么？救命，救命，生生不断。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哪有时间杂心闲话？我把手机放下了。啊，别人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给人打电话了，手机不要了。啊，你问我，我心里就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话。除这一句，没第二句话了。啊，我知道厉害，只有信愿持名，便能得度。究竟而言，能度过这一次灾难，能度过这一生苦海，往生极乐世界，生彼国矣。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见佛闻法，得无上悟。开悟了，到极乐世界，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待业往生，生凡生同居土。啊，我们相信佛不答妄语，佛说的话句句真实，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也就是他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我们啊。我今天这一生修行才53年，讲经教学念佛的功德53年了，这大家看到的啊，你们从表面上看到，我85岁，好像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到衰老啊，我的体力很正常。医生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这是什么？念力转变的。啊，真的烦恼轻，智慧长。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我不怕死。
别人怕死，我很想早一点往生，那阿弥陀佛不来接我，没法子啊。不来接我是派给我的任务啊。啊，所以我有信心啊。啊，肯定他来接我的。啊，不来接我的时候加持我。啊，佛的意思我知道啊。啊，到极乐世界见佛，得佛力的加持，就成为阿惟越智菩萨，这样得了吗？啊，阿惟越智是化身大士。在我们中国大乘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叫阿惟越智。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待业往生的方法，到极乐世界就成了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太殊胜了，说得无上悟啊，这个开悟跟化身菩萨一样。啊，跟释迦佛在菩提树下表演，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在无足方丈室里面所显示现的，完全相同，同一个情节。由念而入无念，因往生而求无生，这是在极乐世界里面的功夫。我们去的时候有念的，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就入无念了。无念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无念。无念自信完全显示出来了，所以因往生而且无生。啊，无生就是无生法忍。什么人证得？七地菩萨。啊，《人王经》上告诉我们，啊，七地得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九地上品无生人。啊，十地叫极灭人，这最高的了。啊，十地菩萨下品极灭人，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啊，上品就圆满了，上品不住在十宝土了，他住长吉光了，圆满了。啊，到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就了，成就究竟圆满啊！这个时候顿悟此心啊，本来平等啊，这完全契入妙觉如来的境界。啊，我们这一生遇到能不珍惜吗？还能跟自己在开玩笑吗？要真干，不真干来不及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唐海东云霄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唐朝时候称高丽，啊，元孝寺，他也是来中国留学的，啊，很有成就，
韩国净宗的祖师，他说四十八愿心为凡夫，见为三乘世人圣人，可见净土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了阿弥陀佛带头开显净土法门，十方如来赞助，没有一尊佛听到见到不生欢喜心的。为什么？一切诸佛度身的宏愿很难圆满，这个法门提出来的时候就都得到大圆满了满一切诸佛如来度身的大愿，所以诸佛赞叹，诸佛弘扬，没有一尊佛不弘扬净土宗。其他法门有的人讲有的人不讲，为什么？根性不相同。净土为什么大家都讲净土是上中下三根通通的理，这三根普被立顿全是我没有一尊佛不讲这净土三经。首为凡夫得度，凡夫都能得度了，何况凡夫以上的？华严就不行啊！华严只度上上根人，上中下三根没分。度众生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最快速最稳当，无过于净宗法门我们说老实话，生在末法时期学任何一宗都不能成就连这个最起码的律宗不要说别的，就是三规五戒十戒沙弥律仪二十四门为仪，我们能不能做到肯定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没这个环境了你想孝顺父母，父母不懂得这些文化，你对他天天行孝道，他感觉到你奇怪把你看作异类，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整个社会变了，找不到了对象，找不到了。你说我孝顺个老师我尊师重道，找不到老师了。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找不到学生。只听听古人有这个样子，现在人不是这样子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心里头要圆满。要觉悟，那事相上实际上叫随缘，不随人家是你乖乖的，不敢接触你事上要随缘理上要清楚不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利益众生，众生业障很重，他能得几分利益，就帮助他几分。啊，多了多他接受不了，少了少了对不起他，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叫圆满功德。下面一段，他离妙法善护行人。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乞讨法门。啊，这是净土以外的，啊，其他法门全凭此理了。末世修行呢，多诸障难。障缘太多了，太难太难。在这个世界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那为什么做坏事大家认为是正常的？啊，他还欢喜了帮助你。做好事这是异类不正常。啊，他会怀疑你，你做这个事情，你用意何在？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企图？他想这些。这就是障难啊。啊，所以做好事啊，在今天要有智慧，通权大变。哎，你这个好事才能行得通，否则话行不通啊。例如《楞严经》中光明行人啊，先修行人与禅观中指五十种阴魔干扰行人。正见稍失，便先魔王。这楞严经说的，佛说这一段经文很长。啊，虽然说的是修禅，禅是最容易着魔。啊，为什么？禅是悟后起修，开悟之后再去研究经教，那教理不明，魔镜现前，没有能力辨别，就坏了。啊，所以学禅学密，不能离开老师。啊，老师是明眼人。你造魔的时候他知道，他有方法给你化解。你要没有高人指点，你造了魔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啊，一招魔杖自己就毁掉了。啊，这个情形我们也看得很多。很好的一个人，年轻有为。啊，学禅学密。两年三年就到精神病院去了，可怜了。啊，我们在美国看得多啊，高级知识分子念大学念研究所，啊，学了密两三年，人不正常了，啊，送到精神病院非常可怜。啊，所以行人正见少时，有一点点私心，
有一点点的贪嗔痴慢，啊，这有一丝毫，就会惹上魔障。故该经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戒，皆受群邪。啊，这是世尊教导我们50种类的阴魔，你只抓到这个方法就能够化解。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境界先前决定不理会他，就没事。你要起心动念对他，你就坏了。啊，不理会他呢，看到就像没看到，听到像没听到，接触到像没有接触到。啊，自己意念决定不受他干扰，这个没事，他自然就退了。啊，如果你觉得我修得不错了，你看我都看到佛来了，那不是佛，那是魔变现的，你去上当了，你看到菩萨了，看到瑞相了，看到光了，全是魔镜。啊，再告诉你，魔镜就是佛镜，佛镜就是魔镜，佛跟魔是一不是二。你不动心不起念的时候都是佛境界，起心动念全是魔镜。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不到你面前的实现？你受不了啊，一受限你就很得意忘形了，哎呀，我的功夫不错了，你看别人都不如我了，我见到光了，我见到佛菩萨了，跟魔去了。啊，佛菩萨来勘验你，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了，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他来实现，来给你做证明。啊，这是好境界。啊，如果一生起一个念头，啊，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是很喜欢，就完了。就接受群邪。啊，金刚身经上一句话，啊，跟这个经文讲的相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金刚经的话。啊，可见行人稍有执着，有那么一点点就麻烦了，啊，真见就没有了，皆入魔途，求生凡将，甚至堕入泥泞，你那是地狱啊。啊，修行人一定到永离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真断了，知道全是假的，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开示很重要。啊，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念念不可得，哪有真的？佛法也不可得。为什么呢？佛法也是1秒钟1600兆的念头。
啊，见到这个事实真相，整个宇宙就平等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不可得。啊，我们总结《般若经》上的一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千年。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喜欢什么？顺境念，顺境善缘等于零。善缘如是，恶缘也如是。啊，逆境恶缘也是一弹指32亿8千年，根本就不可得。弥勒菩萨讲啊，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啊，物质现象是念时变现的，念时极微细，物质现象也是极微细，不可知之。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像，确确实实就像电影荧幕上显的像一样。啊，电影荧幕上我们看以前这个幻灯片，啊，快速转动的时候，看到这个叫动画，啊，这个电影就是动画造成的，造成一种幻觉。啊，这个幻觉一秒钟才24个生命，都不可支持。那现在佛告诉我们，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会能支持到？啊，这是《般若经》上讲的万法皆空啊，佛法也是空的，也不存在呀。也就是不仅是一弹指，一弹指已经是32亿8千年了。佛法是法，没有一法不如是。这个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然放下了。那为什么？那是妄想，那是决定的错误。啊，是故其余诸法名难行道。啊，这讲修行正果，其入境界，净土是个易行道，净土之外一切法都叫难行道。为什么？他要断惑，不断惑决定不能真正。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但念佛法门同于密法。啊，佛说的法门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些法门要是把它归纳起来，归纳到最后只有三门。这个三门就是三宝。
觉真经，就变成三门了。啊，到最后变成三门。念佛是属于净门，啊，觉，禅宗是属于觉，信宗是属于觉，叫大彻大悟。啊，正是正知真见，教下都是属于正。啊，最后一个是净，净是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有两门，一个是净土，一个是密宗。啊，净土的清净是原力染污的清净。密宗清净比净土高，他不立染污，他知道那个染污不可得，染污不是真的，假的。啊，所以密的成就比这个净呢就高很多。那换一句话说，密是难行法，净土是易行法。啊，净土有待业往生，密没有。密成就就是化身菩萨，不成就就是无间地狱，没有中间路子。啊，他真净，真不染，在染中他不染，他超越了。啊，净土不是的，净土是净中他可以修，染他远离。他离开，啊，这就是净可以待业往生，染不待业，这个密不待业，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净跟密都要靠加持，属于果教。行人发心念佛，让弥陀本愿摄受，威神加辟，啊，护持行者魔不能扰。啊，这是真正发心念佛。啊，《受往生经》里面说得好，佛言：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及前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真发心呐、啊！真发心，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真发心，对这个世间没有所求。啊，还有留念，还有所求，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发心的人很多啊，真的很少啊。得二十五位菩萨日夜护持，啊，你的冤亲债主都不能够干扰你。啊，他们护法不得其便。这人不多。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道场上看到许多福神啊，男女老少都有啊，那是什么？那是鬼神得其便呢。啊，有些人带着非常的怨恨啊，来索命，来讨债啊，也有些鬼神呢，看到你往生，他感动把过去的冤业了一笔勾销，他求超度啊，这都是属于有善根的那些鬼神啊，这些事情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是假的，装不出来。啊，中国有这些事情，外国也有。啊，前个月我在日本讲经，我打听日本有没有，有，有附体的，有通灵的。啊，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发生过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天很普遍啊，不是某一个地方有啊，处处都有啊。你能说它是假的吗？所以佛在摄往生经上这些话，我们应当谛信啊，真相信他，不是假话。有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叫大势至菩萨啊，在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里头所讲的啊，他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摄受就是戒引，就是帮助那些念佛人归于净土。真正发心呢，佛菩萨照顾你，又何况阿弥陀佛派遣二十五位菩萨日夜照顾你你不会遇到障难。故进修皆要云，《进修皆要》这本书下莲居老居士著的，这里头有一段话说：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这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大利要，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定力三途得无上力啊，这是说大势至菩萨在这个世间照顾念佛人了 啊。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是不是真发心，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愿意往生，关键在此地。
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只要有一丝毫留念，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往生说没有丝毫留念，而自己心里说念念都做往生想。真正是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知道啊。这是现代科学家都懂得了。啊，起心动念，变法界、虚空界，这个信息都传到了。啊，这个是心法。那色法呢？我们的肉体，肉体是每一个细胞它都在振动，这个波也是力竭传遍虚空法界。啊，那这就是说明我们物质身体的状况，变法界、虚空界，这一切神圣都知道，一般众生也知道，啊，只是众生迷惑、颠倒，啊，他有障碍，虽然收到信息，他不清楚，啊，不是他不收，收不到，我们同样的，我们这个身体也能够收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信息，我们统统收到。说到机器不灵，啊，没反应，啊，这什么原因？业障。我们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障碍住了。啊，障碍少一分，我们的能力。就是这个感应恢复一分，所以见思烦恼断了，在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就能够收到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啊，菩萨收到的就更多。到化身菩萨收到的几乎就是圆满的，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惟越之菩萨，变法界、虚空界信息你全收到了。啊，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接收体，也是一个发报体。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信息往外发，同时也收到。啊，变法界、虚空界一个都不漏啊。啊，今天科学家形容宇宙像一个什么无量之网，这话说得好啊！啊，像一个看不见的电网。啊，从来没有停过，你看一秒钟，啊，发多少信息？1600兆。一秒钟，啊，同样一秒钟，我们自己也接收这么多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关系多么密切，真是一体，不能分割。啊，无你我他了，没有啊。你我他从哪里出来的？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分别执着，你我他就没有了。凡圣没有了。啊，他是一体。啊，给诸位说，善恶没有了。
祸福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佛法里所讲的法身。法身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所以大乘教上佛常讲，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那么佛有没有名号？没有。菩萨也没有名号，都是假的。所以名号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又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都是引经的做证明，那说明念佛人一定得佛的菩萨的护念。大势至代表一切菩萨，阿弥陀佛代表一切诸佛，啊，《摄往生经》里面说的是佛派遣二十五位菩萨，这特别照顾你，在你修学过程当中，他们帮助你。下面，念老在这里做个总结，由上可见，啊，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你能够看到，念佛之人由弥陀所牵制二十五位菩萨，于一切时一切处拥护加持，念佛人他的福报功德由此可知啊。又有大势至、菩萨等威德摄受啊，佛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没有不加持你。你要问为什么？我们凡夫不知道。这些诸佛菩萨护法神都知道，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只是现在带着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放下。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立地成佛了。凡夫跟佛的差别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也就是1600兆分之1秒，就那一念，这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啊，这一念迷了，佛就变成凡夫，凡夫跟佛不二啊，没有丝毫差别，就是迷雾不同啊。故得远离磨难，安稳修持，
长他力苦，化险为夷，成为易行道。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哪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在过去生生世世当中，不造恶业，不结恶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既然有恶业有恶缘，在这一生当中行菩萨道，安安稳稳，没有遭受重大的挫折，或者说挫折没有把你难倒，这是什么原因呢？读这段经文懂得了，善神护持你，菩萨护持你，诸佛护持你，啊，那么这总而言之都是属于他力。啊，才能够化险为夷，啊，成为易行道。易行道也不容易啊，这么多佛菩萨护持啊。啊，何以谈他力为着相？应知他力亦是自性，自他不二，自他完然了。这真的。啊，他从哪里呢？他是自心变现的，诸佛是自心变现的，诸菩萨也是自心变现的，天龙护法这些神众还是自心变现的，力量自心无有一法可得。啊，自他不二。啊，我们的麻烦就在分别之处。啊，放下分别之处，你就回到菩萨位置上去了。放下执着，你回到阿罗汉。你本来是阿罗汉。啊，放下分别，你本来是菩萨，回到菩萨位置上。放下起心动念，你本来是佛，你归位了。啊，所以自他所有一切对立，在五种见惑里叫边界，在两边对立全是错误的。啊，自性里头没有对立的，那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是自性所变，对立是错误。啊，我们跟其他宗教有没有对立？没有。所以其他宗教里面供奉的神，我见到都去拜。啊，我用佛教的礼节顶礼三拜。我见到其他宗教经典我读，我恭恭敬敬读诵。我没分别，我知道自他不二。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万法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那佛又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自他不二，自他完然。
万人知他清清楚楚，实际上呢是也不好。啊，万人是凡夫看到的，不二是觉悟人看到的。啊，迷惑以为是二啊，觉悟了就不二了。啊，因他力而显自性，从有念一入无念，正是本法深妙处啊！这个道理太深了。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不能切入。啊，初学佛的人，他听不懂。越听越迷惑，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把他那一点学佛的信心毁掉了。他不相信，这是佛教里面的东西，胡说八道。啊，我初学佛的时候遇到一位台湾大学的教授严一平先生，啊，以后都不教书了，辞职了就开书店，啊，译文印书馆，啊，开书店发财了，啊，他也很聪明，他知道钱会贬值，买房子，买房地产。啊，在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公寓里面的楼层，他一共买了50多间多个单位，发财了，但没几年呢，过世了，真是佛经上所说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啊，自己没有这个福报啊，钱是别人的啊，你看看而已，你享受不到啊，又何必呢？啊，我最早买这些传统的书籍，这些古籍，都到他书店去买。所以跟他很熟，啊，他说我学佛，我没出家学佛，他就给我谈《金刚经》，他说真没有道理，《金刚经》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啊，还是佛教里的很著名的经典，这是骗人的，教授讲的，啊，我听了笑笑，我也不给他辩辩。啊，那个辨别我们辨不过他了，啊，他是大学教授啊，啊，你就晓得多难，什么原因呢？分别执着嘛，严重的分别执着，啊，佛法必须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懂了，啊，像《金刚经》这样的典籍，分别执着放下还不行，还要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看懂了啊，你才知道那个妙处啊！如果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六祖慧能大师怎么会开悟？怎么会明心见性？啊，所以这是高等知识分子给我们表的一个法。让我们知道佛法难闻，
人这一生短暂了。他过世的时候，大概不到70岁。啊，这一世人生又去搞轮回去了。哪一生哪一劫才能走到人生？啊，才能再问佛法。你越想越可怕。啊，越想我们自己太幸运了。啊，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能搞清楚，能搞明白。啊，这一生当中就能往生，就能把无量劫来我们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生呢做了总结了。啊，不再搞轮回了。啊，要想不再搞轮回，你就真的要放下。不放下不行，不放下那是轮回业。啊，七情五欲有一条放不下，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害，祸害，不是好事。啊，我们还要迷恋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真搞明白搞清楚，不再干。是故弥陀要解云：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止。这一句话深了。太深了，真谛一点不假。啊，净土法门既然是华严法华之所归处，那么换句话说，它在华严法华之上啊，不在它之下了。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就是在了他即止。净宗法门不例外啊，了是明了啊，是真正觉悟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话不能对一般人说，对一般人说，你学佛学了神经病了，你怎么自他都不分了？啊，怎么认他作自？你糊涂了，让你糊涂到所以然处了。这个话要跟谁说呢？跟化身菩萨讲。你跟化身菩萨讲的时候，他会点头，没错，一点都不错。你跟人讲讲不通啊。你跟穷人讲即他即止，他无所谓笑笑。你跟有钱人说啊，你想占我便宜啊，啊，你想夺我财产啊。啊，所以像这些话，《小乘经》上绝对没有。佛不说。啊，这个经不但是大乘，一乘经啊。啊，这一些奥秘
通通都说出来了。所以说慧眼他福，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了，即成我见颠倒。这话说得好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心都不清净。啊，为什么你还有自有他？这是染污。你还有自佛他佛，都是染污。啊，所以清净心里头佛也没有。哪来的佛？金刚经上讲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应舍人放下，不是真的。真的是说，真是你的自信，你误入自信才是真真法。释迦误入了自信，对他是真法，他来教我们，对我们是假法。但是这个假的呢，能够引发我们的自信出来，把我们的真法引出来。真法引出来，必须把那个假的丢掉，你的真法才能引出来。你永远带着他的法的时候，你的自信就永远见不到。这个道理深呢，这是真的。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丝毫不染。啊，佛不害我们，不骗我们。叫我们放下，放下才能见性。见性之后，你所悟的跟诸佛所悟的是一不是二。所以，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就是你自心里的本有的。啊，自他不二啊。啊，他说的华严是我们自性华严。我们坚信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那不要学就通达了。他说的法华是我们自信法华，他说的净土是我们自信净土，他讲的弥陀是我们自信弥陀。这才跟你说真的，不跟你说假的。所以怎样才能够明心见性？啊，把一切虚假统统放下，真的就现前了，别去找真。啊，假的放下，真的就现前。啊，假的是起心动念是假的。分别是假的，执着是假的。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执着，六道就没有了。这六道是假的，你醒过来了，六道做梦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永嘉禅师正道高上说的啊，六道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叫见思烦恼啊。你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换一句话说，你对于一些话看错了，想错了，六道就出现了。六道是这么来的啊，我们把见思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梦醒了。
啊，梦醒了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梦中是秽土，是染污。醒悟过来是清净，是净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境界现前了，这个境界还不是真的，还是在做梦。啊，我们六道是梦中之梦。啊，净土四圣法界怎么形成的？是起心动念分别造成的。啊，我们能不分别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这四圣法界不见了，假的，不是真的。啊，又出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真的不是假的。啊，真假标准是什么？假的是会变的，真的是不变的。所以诸佛十报土永远不会变。啊，为什么不变？它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实啊，有分别执着就会变。所以境随心转，现在科学家提出一心空物啊，心可以控制物质现象啊，这把原理找出来了啊。设法界因为他用心意识，所以他会变。一真法界呢，不用心意识了，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十报图里面的人没有八识啊，他叫四智菩提，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变成他什么？变成他的神通妙用。他以四智菩提，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感，就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应是用四智菩提来应。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现什么神。啊，应用什么方法来教你，就用什么方法。现身没有一定，说法也没有一定，活的。啊，活活泼泼。这是妙用啊。这是一真法界，啊，那么在一真法界里头，还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可别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到不了这个境界，啊，不能执着。随着时间，它自然就没有了。啊，完全断尽了，这就是无始无明习气，完全断尽了，就回归到妙觉了。啊，回归妙觉，《楞严经》上一句话：“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所得到的，全是自性里的本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